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宁静乡村，时光仿佛停滞在了过去的年代。乡村四周环绕着青翠的山峦，田野间遍布金黄的稻谷，村民们过着恬淡而自给自足的生活。村中的小巷里，商人王先生和他的妻子王夫人住在一座古朴的宅子里。王先生是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商人，经营着一家杂货店，而王夫人则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家庭主妇。虽然他们的生活富足，但唯独缺少一个孩子来传宗接代，这成为了他们心中最大的遗憾。王夫人因不能生育，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无奈。他们曾尝试了许多方法来怀孕，包括求医问药和祈求神灵保佑，但所有的努力都未能如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对拥有自己孩子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借腹生子的念头逐渐在他们心中萌生，虽然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。林小梅出生在这个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，她的父母是勤劳的农民，靠着种田和养鸡鸭为生。小梅是家中唯一的孩子，从小就懂事乖巧，说明父母分担家务。虽然家境清贫，但小梅一直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她梦想着有一天能走出这个小村庄，见识外面的世界。小梅与王先生一家相识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。那天，小梅的母亲生病无法下田，小梅独自去村头的小河边洗衣服。王先生正好路过，看到小梅吃力地搓洗着衣服，便上前帮忙。经过一番交谈，王先生了解到小梅家庭的困境，于是提出在他家的杂货店里给小梅一份工作，让她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。王夫人和王先生结婚多年，感情一直很好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王夫人发现自己无法生育，这让她深感自责和痛苦。她知道丈夫王先生一直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来传宗接代。为了成全丈夫的愿望，王夫人决定采取主动。她开始悄悄为王先生物色一个合适的传宗接代的女子。经过仔细观察和了解，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在杂货店工作的林小梅身上。小梅勤劳善良，性格温柔，是个值得信赖的女孩。王夫人认为小梅是这个重要任务的最佳人选。于是，她与王先生商量，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援。王先生起初对于这个提议感到震惊和犹豫，但看到妻子的决心和深情，他最终被打动了。他们决定与小梅坦诚相待，向她提出这个大胆的请求。经过一番思想斗争，小梅最终同意了王先生夫妇的请求。她明白，这不仅是帮助他们实现愿望，也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做出的决定。于是，小梅搬进了王先生家中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怀孕后，小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王夫人对她关怀备至，每天都亲自为她准备营养丰富的餐食，并嘱咐她多休息。王先生也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她，带她去看医生，确保她和胎儿的健康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梅逐渐对王先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。他感受到他的温柔和体贴，而王先生也对小梅的坚强和善良心生敬佩。两人的关系在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中变得更加亲密。九个月的等待终于结束了，小梅在一声嘹亮的啼哭中顺利诞下一名女婴。王先生夫妇激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王夫人将小婴儿紧紧抱在怀里，感受着久违的母爱滋味。小梅看着眼前幸福的一幕，心中百感交集。虽然这是她亲生的孩子，但她明白，从此孩子将以王先生和王夫人的女儿身份成长。她必须压抑住内心的母爱，将这个孩子交到他们的手中。这是她为他们所做出的最大牺牲，也是她对自己未来的承诺。不久后，小梅陆续地为王家生下了两个男孩。王先生对这些新生命的到来感到无比欣慰，新的家庭结构虽然经历了许多波折，但在小梅、王先生和王夫人的共同努力下，逐渐走上了正轨。
随着孩子们的逐渐长大，王先生和王夫人意识到小梅的身份问题日益凸显。在台湾，一夫一妻制是法律规定的，重婚罪名严峻。尽管小梅在这个家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但她的存在让这个家庭的结构显得尴尬而复杂。经过多次讨论和深思熟虑，王先生夫妇决定为了所有人的未来，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。最终，王夫人提议自己离开这个家庭，把位置让给小梅。她深知丈夫和孩子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，而她的离开是为了成全这个家庭的完整。王夫人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，王先生不答应，不愿立即做出决定。在一个清晨，王夫人默默收拾行李，悄然离开了家。她留下了一封信，向王先生表达了她的爱与祝福，并希望小梅能够照顾好这个家。王先生读着信，眼中含泪，心中充满了对妻子的感激和歉意。小梅对王夫人的决定也感到无比震惊和内疚。她从未想过要取代王夫人的位置，但眼前的现实让她不得不面对。为了孩子的未来，她决定承担起这个责任。王夫人离开后，小梅逐渐适应了新的角色。她用心照顾孩子和王先生，尽力维持家庭的和谐。尽管村里依然有流言蜚语，但她选择了无视那些声音，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心和能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梅和王先生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。他们共同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，彼此扶持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。小梅不仅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更是整个家庭的支柱。她用无私的爱和坚定的信念撑起了这个家，孩子们在她的照顾下健康成长，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骄傲。王先生对小梅的付出感到无比感激和欣慰。他们共同努力，克服了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家庭逐渐走上了正轨。小梅的坚韧和勇敢让这个家庭在风雨中依然屹立不倒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梅在这个家庭中不仅扮演了母亲的角色，也逐渐找回了自我。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未来，并逐渐明白了爱与责任的真谛。尽管她的选择充满了牺牲和挑战，但她从未后悔自己的决定。孩子们在她的照顾下茁壮成长，成为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骄傲。王先生也在她的陪伴下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。多年后，王夫人突然出现在小梅的面前。她已走遍许多地方，决定回来看看这个她曾深爱的家庭。看到小梅和王先生过得幸福，王夫人心中感到无比欣慰。她与小梅坐下来，坦诚地交流了彼此的心声，并在泪水和笑声中确认了她的牺牲和成全是对的。王夫人并未久留，她决定放下过去，继续追求自己的新生活。告别时，她深情地回望了王先生一眼，祝福小梅和她深爱的人一家幸福。小梅和王先生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平静的生活中，他们的家庭因为王夫人的爱与牺牲变得更加紧密和坚强。这个结局为故事带来了圆满的结尾，充满了温暖和感动，也让我们明白爱的真谛包含着牺牲与奉献。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。